们跟我说你用的自己的妆发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拍戏我不要拍孟子义，而你那个美嘛就是一个网红脸，你要再敢自己乱改一个妆乱化一个妆就别拍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女神巴娱乐，综艺演员请就位正在首播。郭敬明执导性转版画皮大获全功，丁晨曦演胡小维摄人心魄，何昶希更是突破自我，第三次拿到郭敬明的 S 卡。相比这组人员的大满贯，另一组人员的拍摄问题多多。先是孟子义因为自带化妆师，不顾郭敬明擅自改妆容，气得郭敬明当众开骂：“我不要拍你这些网红脸。”孟子义被露面子泄气之后，竟演全组低迷，拖累了严子东、厉瑞希全组淘汰。而尔冬升执导的《隐秘的角落》，上轮 S 的文真容表演过度，黄奕虽可圈可点，但人被待定。这完败的结果让尔冬升执导第二组马苏演《花椒之味》，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马苏身上，一句一句的调教马苏拍摄，马苏也是不负尔冬升期待。拍摄现场就获得了尔冬升 S 卡认证，结果最不起眼的张越逆袭成黑马，抢走风头，惊艳全场制片和观众认可，获得了最高193票，碾压了浪洋子。忍住，忍住，擦擦眼泪，擦眼泪擦掉。好，再给你一张 S 卡。